来，老师来加强一下这个 Dragon Boat Festival 的单字。好，我们刚刚有听过了，那你先要会念啊，跟着念要念，念正确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仔细看单字。Dragon boat race. 三个字。Dragon。drag，好，后面 dragon 就是龙，好，是中国的那种龙哈。然后这个字应该会 boat，pronounce o but boat，然后这个也应该会 a space e a r ace race 就是竞赛。龙舟竞赛Dragon boat race. 好，那这是什么活动呢？这个就是你看哦，太阳日正当中，中午的时候，然后呢，立蛋，把蛋立起来，哈，这是。我们这个端午节的一个习俗活动，好，那传说啊，如果你能够在中午的时候把鸡蛋垒起来，表示这一年都会有好的运气。Egg standing。好，这个字很简单。好，两个字组成，第一个 egg 蛋，没问题。Stand up。站起来，好的那个站，stand。好，st 变音要念的，OK，stand，然后加上 ing，standing。Egg standing. 好，那这个嘞。A sachet. 一个嘛哈，这个字很特别哦，撒，分段背哦，撒，shay，ch 发 sh，我们以前都是 ch 发 ch，那这里发 sh，shay，好，那这个 t 好像，这个 t 没有听到声音对不对？它不发音，所以这个字很特别，但是。也很难背。那这个字，它的字源是来自那个法语哦，法语。好，再听一次A sachet.，a sachet 哈，记得这个 t 呢，你没有发音，你没有听到 t 的音没有？再听一次A sachet. 好，那这个嘞？哎，这个就更简单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我们的国字直接音译，A 粽子。然后没有粽子啊，哈，它就直接音译。所以你念的时候，你就念像国语的发音，粽子没关系，哈。A 粽子。粽子，OK。好，那我刚刚有讲过，也有人说另外一种说法叫做 rice dumpling，好，rice 米做的 dumpling，好，OK，也可以讲 rice dumpling。A 粽子。